每一个国际都市都有一条领导潮流的时尚大道，散发摩登优雅的街道气息，占据商圈璀璨核心，以主角的光芒吸引川流不息的高档消费人潮。世界各先进城市的扩大更新，都是与区域的文化重生与再造。伦敦船坞区 Dockland 变身欧洲金融焦点，西班牙毕尔包从小海港变成国际观光景点，东京表参道文化再造后变身国际时尚朝圣之地，30,000多平基地即将在此蜕变成欧洲购物商城。新市镇，新商圈，150万人从此仰望。大竹苗副都心五大旗舰计划，2条国道，1条快速道，加上苗北演艺厅，国际休闲艺术文化区，7,000平观光夜市，中央路美食艺文街，综合运动公园，大竹苗商圈即将移转，缤纷的未来即将到来。此外，以先天规模优势打造极致商圈厚度，吸引企业目光。大润发旗舰店率先进驻，跨国连锁企业加盟共荣，人潮钱潮一次到位。前瞻大竹苗的未来就从这里开始。在这里你不必出国寻觅巴黎风情，在这里古典香榭就是你的门牌，在这里你不必出国消费，因为你就住在欧洲购物城里。新市镇，新商圈，城市的希望与大未来。150万人渴望一座欧洲香榭商圈，大竹苗生活圈最未来的地方，与38,000平巨钻一起发光。上顺广场，欧洲香榭购物城。